跳浪是颜寮村与雪莲村的旧称，而回兰则是花莲的旧名。早期台西线尚未开通前，因为地形险峻，颜寮雪莲居民需要沿着海边跳着走过打上岸的浪花才能到达花莲市，所以取其在地文化特色为名。在这里青海也青山，非常适合卸下包袱放松脚步，来趟大自然的忘忧之旅。